深，水过又痕，我们是无心展现的卫生。暴风骤雨是青春的洗礼，热血铸造永恒的忠贞，心系祖国的安稳，奉献青春和生命。报告艇长，前方发现一艘可疑的渔船在原地打转。左舵石准备跳帮，左舵石准备跳帮，石左舵准备跳帮。沪渔587760，请你马上停船接受检查，请你马上停船接受检查。还是没有动静。加速靠上去，加速靠上去。战斗警报，是。石左舵，准备跳帮，准备跳帮，同志们，跳，走。你们到舱里仔细检查，你到驾驶台。艇长，这里有个人。保护好现场，立即向上级汇报，把渔船拖回去，仔细检查。是。哎，刚才同蒋经国先生的会谈我感到非常愉快。啊，这个台美双方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更坚定了我们总统反攻大陆的决心和信心。贵局的两位局长艾伦·杜勒斯、邓肯先生莅临台湾，商讨从政治上反攻大陆的计划和措施。这次你又亲自来和我们具体研讨落实方案，我非常感谢。自从韩战结束以后，中共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并没有进犯台湾的企图，可是这势必损害我们美国的利益，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49年，你们美国政府抛弃了朋友，我们希望这种伤感情的事今后不再重演。局长先生，我对你们这次实施的我的意思是，我对你们大陆民众抗暴运动给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进一步密切我们的合作，我把助手唐顿留在台湾，留下来做你的顾问，然后就由他全权代表我们中央情报局向你们提供援助。嗯，很好很好。不过请记住，我们现在不仅是在为我们自己作战，也是在为你们美国作战。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好好。
现在请卫副局长给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好，同志们，朝鲜的战火刚停，现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又开始了。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可是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0多个间谍基地，对我国设下了一个弧形的包围圈，并且大肆地进行派遣、训练、渗透等特务活动，严重地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从国家的大局出发，把一批老同志，其中包括像战斗英雄曹丕科长和长期从事地下秘密斗争的宋玉德同志输送到其他重要岗位上去。同时我们也补充了一些新的血液，有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愿军同志，我们最可爱的人，还有一批刚从公安干校毕业的年轻同志。同志们，希望你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自己的成绩。好，就讲到这儿吧。下面请老同志代表讲话。你是老领导，我是知识分子，你说。大家欢迎。和同志们一块工作很多年了，现在就要离开大家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组织上安排我们要到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去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加倍的努力，绝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老宋，你们这一走啊，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和你在的时候一样，和新来的同志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对敌斗争的任务做好了，对不对啊？对。有你的电话。我去一下。好好。老曹，真舍不得你走啊！哎，你走了，我跟谁搭档办案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走了，你就是当家和尚。别，我不行。行，怎么不行？哎，科长，啊，曹迪同志走了，我跟谁搭档？哎，小光，那就给你配备一个新的助手，行吗？什么？是谁？赵亚楠同志。到。李晓光同志，请多多指教。怎么是个女的？哎，能不能给我派个男的？这不行啊！哎，可不能这么说。李晓光同志，你年纪轻轻到老封建啊，女的怎么了？我爸以前给我起个名字叫尹南，希望给家里引来个男孩子，我就不示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亚南，样样不比你们男孩子差。听见了吧？亚南是外语系的高材生啊，在干校培训了一年多，是个优秀的学员。要不这个丫头片子口气这么大。不相信，咱们比试比试。比外语啊？比文化，也许我比不过你，不过要比办案啊，比擒拿格斗，10个8个也不在话下。嗯，好啊，比擒拿格斗就比擒拿格斗。真比啊？当然了。哎，嘿嘿嘿，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吧。哎，跟他比啊，我堂堂七尺男儿比赢了我有什么光彩啊。哎，那不对啊。好男不跟女斗，你还是不是我的搭档啊？好男不跟女斗。哎，我可告诉你，你少挖苦人，你是不是害怕了不敢比了？谁害怕我？脱衣服。我什么时候害怕过？上啊，我上，我害怕。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黄毛丫头，等着哭鼻子吧。来，嘿，好，好，偷袭啊，我还没准备好呢。孙子兵法讲攻其不备，作为老战士这都不懂。好，三局两胜啊，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哎，谁跟你三局两胜啊？在实战中那可是一战定生死。不比了。哎哎，这叫什么比赛啊。别、哎、你靠边。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小光，你这个就叫骄兵必败，知道吗？谁骄傲了？哎，同志们啊，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有重要的任务，杨科长，你带两个人跟我走。行，小光跟我走。赵亚楠到。一来就执行任务真带劲儿。船上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你以后经历多了就行了。死者年龄30岁左右，死亡时间呢在46小时左右。从尸体解剖结果发现，死者的胃里有酒精，在血液中查出一种特殊的东西，经过分析呢，它是一种特制的毒药 NWE。 这种毒药有什么特殊？这种毒药是一种慢性毒药，进入人体以后大约在10至15个小时以后突然发作，致人死亡。这种毒药呢，从我们掌握的情报看，是美国制造的，只有间谍机关才能拥有。那就是说这个人的死亡和间谍机关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要对一个渔民下毒手呢？杀人灭口呗。我认为必须搞清楚几个问题。首先是死者的身份，这条船是护子号，应该能查清楚船主和船老大的身份，这由小光去办。第二，如果是杀人灭口，那么杀人的人是谁呢？又到哪里去了？如果是敌特分子，那么敌人已经偷渡潜伏进来了，你立即向沿海兄弟单位发出敌情通报，共同协查。第三，立即向海外方面查询，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敌情通报。这事儿我去办。好吧。有什么事儿啊？我有事儿要出去一下，待会儿10点会有人来问娘家来信了吗，你就说是包裹，他会说寄包裹多贵啊，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明白了吗？好，明白了。这又不是第一次了，错不了的啊。那我走了啊。哎，好啊，好，金小姐你走好啊。谢谢啊。阿亮，我看呢你是老实人，你姐姐吴嫂呢也是个苦命人，自打吴兴发一去没了音讯，你姐姐
只能靠帮别人缝缝补补，还要养活你这个弟弟。哎，怪让人同情的。阿亮，我这是行善做好事啊，扶持你出人头地。哎，你别动。阿亮，你我相识这么多年了，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天意，所以啊，我才想介绍你加入妙仙堂。坛主可不是凡人呢，他可是玉皇大帝的转世化身呢。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呢？坛主和玉皇大帝啊，那可是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哎，阿亮，你说能有那么巧吗？每次坛主做法的时候，只见嗖，怎么一道紫光啊？真的？你看见了？当然，我亲眼所见。真那么神？阿亮啊，回去好好想想吧。啊，你要是真想加入妙仙堂啊，心要诚，心诚则灵啊。你要是真想加入啊，我一定帮你引荐啊。那顾老板，多谢您了。吴嫂，吴嫂，你是裘阿福？你不认识我了？船老板，把门开开，我有话跟你说。我不认识你，我没话跟你说。吴嫂，信发兄弟让我来看你。你没有骗我，他还让我给你带钱来了。真的？快让我进去说话啊。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茶去啊。哎，嫂子，你呢也不要记恨我。其实啊，我们也是上当受骗。谁知道国民党那么坏，共产党那么好呢？谢谢啊。庆发他怎么了？他怎么样了？嫂子，你放心，庆发呀他挺好的。哦，对了，这不是他还让我给你们带钱来了，你看。那你怎么过来的呀？逃过来的。那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那姓发他，哎，我约他一块逃回来，他不敢呢，他怕是回来有些事说不清楚，这不连累了你们姐弟俩吗？哦，他呀就让我把这些钱亲自交给你啊。那他现在在干什么活啊？打鱼的人能干什么？也就是打打鱼，帮人搞搞运输。倒是他还挺惦记着你呢。这么说他还恋着这个家？家里有你这么个俊媳妇儿，他能不想你吗？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呢还是想干干我呢运输的老本行。那你住哪儿啊？我现在还没有个固定的地方。吴嫂，我能不能先在你这儿住上一两天呢？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留外面的男人呢？哎呀，吴嫂，你不是有个兄弟叫阿亮吗？我呢就跟他挤一两个晚上，找到落脚的地方我马上就走。那我也得跟阿亮商量一下啊。金小姐，一路上辛苦了。不好意思，怎么让你来接我呀？走吧。我今天要连夜赶回广州，按时回香港，不然会引起怀疑。
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谈谈吧。好，跟我来。啊，好，我来拿。啊，好。来来来，坐。哎呀，回家多好啊！我这身打扮呢，别扭死我了。小姐，嗯，快谈谈情况。啊。台湾情报局最近制定了一个必成计划，他们要对我们的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运动。最近派遣了一个特派员，上校军衔，还有一个交通员，准备勾结反动会道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抗暴运动。据我们的分析呢，他们的目标是上海，情况紧急，外面的领导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回来向组织汇报一下。你们分析目标在上海的根据是什么呢？啊，目标在上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上海在解放之前，帮会势力比较深厚。第二个，在舟山解放的时候，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江苏绥靖司令张达在撤退之前组织了两股特务，他们都潜伏到上海和上海附近的江苏一带。具体情况材料上都有。你们估计这次敌人从海上来呢，还是从陆上来？这个不太清楚。小金呐，很遗憾，小杨有任务，这次你们呐又不能见面了。啊，他怎么样？还好吗？他很忙。身体各方面都不错，放心吧，我会提醒他的。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你帮我告诉他一声，我挺好的，让他自己多保重啊。嗯。还有点时间，我能不能看看明明啊？行，我送你去。啊，太好了。阿姨就多看你几眼了。阿姨也好看。你爸爸好吗？我爸爸每个星期六都很晚很晚来接我。你妈妈呢？我没有妈妈，她死了。1953年，我们开展了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对一些反动坛主、道首都进行了处理。可现在看来，又有死灰复燃，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啊！我们对上海会道门要进行认真的复查，重点放在取缔不彻底、又有复辟活动可能而基础深厚方面。哎，处长，沪渝587760的情况搞清楚了。船老板叫裘阿福，船老大叫吴兴发。上海解放前他们经常跑舟山，舟山解放的时候他们随蒋军撤到大陈岛。现在还无法确认死者是裘阿福、吴兴发还是其他什么人。好吧，你们立即让全市派出所协查裘阿福和吴兴发，另外印死者的照片让群众辨认。
今天我们为海上来的朋友冯特派员摆酒接风。谢谢顺天国皇帝和各位的关照。现在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妙贤堂的几位兄弟。军师刘之岱，幸会幸会。大臣易岗同，大元帅周寇宝，幸会。郭金根，还有我这皇后郑娇娇呢。特派员，尝尝我的手艺。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请冯特派员给我们训话。啊，不客气。这次我历经了千难万险，冒死前来。首先，我代表蒋经国主任和叶祥之局长对坚持在敌后与共党不懈斗争的诸位志士仁人表示深切的慰问。你们能够坚持到今日，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现在我们的国民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哦，怎么个不一样？啊，蒋总统反攻大陆，总结了大陆失败的经验，对军队呢进行整顿，对党内进行了改组。现在是进行肃贪，建立改造委员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冯特派员冒死前来，不只是为了慰劳我们吧？不，这次我带来了特殊使命。现在反攻复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蒋经国主任亲任总统资料室主任，各个情治系统都由他统一指挥和调遣。最近他制定了一个必成计划。必成计划是什么意思？就是必定成功的计划。这次我潜入大陆也是必成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是联络各位反共的志士仁人。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一是建立敌后情报网，收集各种情报，防止共军对金马台的军事进犯。第二，敌后建党，发展组织。蒋主任训示有苗必插，广种博收。同时还要开展心理的宣传战，蛊惑民心，张贴标语。第三，建立行动队，在一些大城市进行策反、密财爆破等活动。我们的目的就是掀起民众抗暴运动。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不过我们的人手不够，武器也太少了。这没问题，舟山陷落前已经派遣了两支小部队潜入了上海郊区和江苏一带，他们有电台，有武器。最近呢，我正派人跟他们联络呢。另外，四川的同善社有股力量将跟我们会合，最近他们的号手也将来上海。哎呀，真是天助我也。这些辛苦费大家人均一份。这些传单和文件大家拿回去以后进行大量的复制，然后呢散发张贴。诸位，让我们联手共举大事，到时候就石破天惊。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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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队长，你们两位的队伍现在怎么样？哎呀，共产党搞镇压，抓的抓，杀的杀，那还有队伍啊？就那一台电台还能听听指挥。你们现在手下有多少人？个子也只剩下两三个人了。这个是你们的活动经费啊。冯特派员训示要随时待命啊。这个是你们新的电台密码本啊，什么时候启用等待冯特派员的命令。
这个地方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什么时候再来我会通知你们啊。根据冯特派员的命令，今后我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啊。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一块聚聚。今天我有些公务要去处理。什么事啊？不该问的不问。嗯，好，散开。进来吧。小赵同志。嗯，这位就是吴嫂。啊，这位是小赵同志，他想了解一下吴兴发的情况。嗯，吴嫂你坐吧。你坐。哎，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丈夫的情况。同志，我丈夫兴发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是被逼到舟山的。这个我们知道。你丈夫是不是叫吴兴发？哎，船老板是裘阿福。出什么事儿了？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兴发他怎么了？样子这么难看，嘴上还流着血。你能肯定他是吴兴发？他是我丈夫，就是邵成辉我也认识，他怎么了？他被人在海上毒死了。兴发！哎呦，兴发！吴嫂，吴嫂，同志，你快告诉我，谁害死了兴发呀？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害的，利用兴发开船偷渡进来，为了他们的安全，杀人灭口。一定是裘阿福这个人干的。你怎么知道是裘阿福干的？裘阿福前几天来过我家，他说是从那边逃过来的。兴发他不敢回家，还托他带了点钱给我。我真是瞎了眼了，还留他在家里过了一个晚上呢。我真是饶不了这个裘阿福。金堂，城堡为修炼真身，闭关3年又9个月，终于修炼到第9重最高境界，习得玉皇大帝护身之法。近日出关，请玉皇传圣旨。请宣读神的旨意。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哎呀，肃静，肃静。现在请讲道。何为世界末日？即人类面临大劫难，世界面临毁灭，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大仙，现在一切都好好的，何来劫难呢？你不知道不等于劫难并不存在。人类面临战争，世界上现在战火不断，第三次
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这是一场原子战争，苏美两国所拥有的原子弹可以毁灭世界十几次，你知道吗？不知道。毁灭人类的正是我们自己。如此高深的道理，弟子实难理解。你是夜校的教师，是有文化的人，再看看中国社会，合作化没收了农民的土地，粮食又统购统销，公私合营没收了商人的商店，老板的工厂，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都没有了，能不天下大乱吗？能不天下大乱吗？大仙呐，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脱离苦海呢？逃过劫难呢？加入我们妙仙堂。实际上我就是玉皇大帝派来普度众生的使者，你们明白吗？弟子明白。即使大劫难来了，就是死了也会升天成仙。敌人也太嚣张了，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区散发反动传单。可我们呢，到现在连案子的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是我们侦查员的耻辱。刚查出个裘阿福，在全市进行大搜查，把所有的旅店客栈都输了一遍，连个影儿都没有，线索又断了。大梁、姚云，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听领导的，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哎，怎么了？干嘛都愁眉苦脸的？嘿，振作点啊！嘿，这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你肯定有什么重要发现，快跟我们说说。我和技术室的同志们把这次的反动传单和以往会道门的反动宣传品认真做了对比。哎，纸张和笔记啊都出自于妙仙堂，道符咒词也极其相似。你是说反动传单是由妙仙堂炮制的？可是又不太像。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像就是像，不像就是不像。哎呀，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儿。哎，从表面上看好像很相似，可是从文章的内容和语言上看，会道门的人根本就写不出来，倒像是台湾的反动广播。这就叫做旧瓶装新酒。科长，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儿？那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派遣的特派员联系的是妙仙堂，特派员呢负责带来的是宣传的内容，而妙仙堂是负责制作印刷。敌人终于露出尾巴了，科长，那还等什么呢？立即组织力量，以查户口的名义给妙仙堂来个大搜查，把可疑的人抓来一审，那个特派员还跑得了啊？哎，笑什么？你这也太简单了吧？你这个啊，你这是犯了侦查工作的大忌。什么大忌小忌的？别给我乱扣帽子啊！哎，你这一露头就抓，这什么呀？你呀、啊哎，我是说，你还起码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你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走走走，亚楠，是敌人，我们一定要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一定要摸清他们的组织情况，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到时候才能一网打尽。尤其是对那么多的盗徒，我们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政策，对他们进行疏导教育工作。科长，你就说我们怎么干吧。大梁，你现在还是应该对吴嫂家进行监视，这个裘阿福啊很可能再次登门。好的。姚云，从现在开始对妙仙堂设立监视点，24小时一刻不能放松，对他进行监视。好。哎，科长，我觉得要弄清楚妙仙堂内部的情况，
还要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那一招。嗯，哎，让我去吧。哼，看你这样子哪像个盗徒啊，一看就是扛过枪打过仗的。嘿，你懂什么，我可是个好演员啊。哎，你要是不信你问问大伙儿啊，你问问我可没看出来。哎，大梁，我是不是好演员啊？是是是是，就是我演什么像什么，反正我一点都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不要斗嘴了，不要斗嘴了。小光，刚才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在248案子中有个叫小黄鱼的，他被捕后供认有一个叫郭金根的人是妙仙堂的盗徒，这个小黄鱼呢急切地寻找立功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让小黄鱼打入妙仙堂进行侦查。小黄鱼是特务，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万一他假投降和敌人同流合污，那怎么办？要相信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矛盾总会转化的嘛。再说了，他是在我们监视之下使用，总得给他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对不对？小光，你马上去安排小黄鱼的事，我向局里写个报告。呵，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处长，刚接到敌情的通报，四川反动会道门同善社的号手洪彪是个血债累累的匪首，极其凶残，可能已经持枪逃往上海了。我已经通知了铁路和有关部门加强盘查。哎，都把我们上海当成一块大肥肉了啊，谁都想来咬一口。哎，好啊，来吧。哟，啊，剃头啊！哎，来来来来来来，哎，请请请，好好。哎，好了，哎，你，金根老兄啊，我是小黄鱼啊，还记得咱们在舟山前进基地受训的事儿？你要干什么？别紧张，刮刮脸啊。我说你怎么也来上海了？舟山沦陷时被派回来的，代号248。来了几个兄弟？四个，共党正反后抓的抓逃的逃，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眼下上面催我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就只好来找老兄你了。情况怎么样？我这儿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几个兄弟啊，苦得找不到那边的人呢。兄弟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把这里面的情况报告给上司，给你们拨点经费。还有这个，我得跟兄弟们商量商量，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在8月15前后在秦皇岛公园碰头。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那我走了啊。哎，好啊，好，金小姐，你走好啊。谢谢啊。阿亮，我看呢，你是老实人，你姐姐吴嫂呢，也是个苦命人。自打吴兴发一去没了音讯，你姐姐只能靠帮别人缝缝补补，还要养活你这个弟弟。哎，怪让人同情的。阿亮，我这是行善做好事啊，扶持你出人头地。哎，你别动。阿亮，你我相识这么多年了，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天意，所以啊，我才想介绍你加入妙仙堂。坛主可不是凡人呢，他可是玉皇大帝的转世化身呢。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呢？坛主和玉皇大帝啊，那可是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哎，阿亮，你说能有那么巧吗？每次坛主做法的时候，只见嗖，怎么一道紫光啊？真的？你看见了？当然，我亲眼所见。真那么神？阿亮啊，回去好好想想吧。啊，你要是真想加入妙仙堂啊，心要诚，心诚则灵啊。你要是真想加入啊，我一定帮你引荐啊。那郭老板，多谢您了啊。吴嫂，吴嫂，你是裘阿福？你不认识我了，船老板。把门开开，我有话跟你说。我不认识你，我没话跟你说。吴嫂，兴发兄弟让我来看你。你没有骗我？他还让我给你带钱来了。真的？快让我进去说话啊。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茶去啊。哎，嫂子，你呢也不要记恨我。其实啊，我们也是上当受骗。哼，谁知道国民党那么坏，共产党那么好呢？谢谢啊。兴发他怎么了？他怎么样了？哎，嫂子，你放心，兴发呀他挺好的。哦，对了，这不是他还让我给你们带钱来了，你看。那你怎么过来的呀？逃过来的。那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那兴发他，哎，我约他一块逃回来，他不敢呢。他怕是回来有些事说不清楚，这不连累了你们姐弟俩吗？哦，他呀就让我把这些钱亲自交给你。那他现在在干什么活啊？打鱼的人能干什么？也就是打打鱼，帮人搞搞运输。
倒是他还挺惦记着你呢。这么说他还恋着这个家。家里有你这么个俊媳妇儿，他能不想你吗？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呢还是想干干我呢运输的老本行。那你住哪儿啊？我现在还没有个固定的地方。吴嫂，我能不能先在你这儿住上一两天呢？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留外面的男人呢？哎呀，吴嫂，你不是有个兄弟叫阿亮吗？我呢就跟他挤一两个晚上，找到落脚的地方我马上就走。那我也得跟阿亮商量一下啊。金小姐，一路上辛苦了。不好意思，怎么让你来接我呀？走吧。我今天要连夜赶回广州，按时回香港，不然会引起怀疑。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谈谈吧。好，跟我来。好，我来拿。好。来来来，坐。哎呀，回家多好啊！我这身打扮呢，别扭死我了。小姐，快谈谈情况。台湾情报局最近制定了一个必成计划，他们要对我们的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运动。最近派遣了一个特派员，上校军衔，还有一个交通员，准备勾结反动会道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抗暴运动。据我们的分析呢，他们的目标是上海，情况紧急，外面的领导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回来向组织汇报一下。你们分析目标在上海的根据是什么呢？目标在上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上海在解放之前帮会势力比较深厚，第二个在舟山解放的时候，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江苏绥靖司令张达在撤退之前组织了两股特务，他们都潜伏到上海和上海附近的江苏一带，具体情况材料上都有。你们估计这次敌人从海上来呢还是从陆上来？这个不太清楚。小金呐，很遗憾，小杨有任务，这次你们呐又不能见面了。他怎么样？还好吗？他很忙，身体各方面都不错，放心吧，我会提醒他的。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你帮我告诉他一声，我挺好的，让他自己多保重啊。还有点时间，我能不能看看明明啊？行，我送你去。太好了。阿姨就多看你几眼了。阿姨也好看。你爸爸好吗？我爸爸每个星期六都很晚很晚来接我。你妈妈呢？我没有妈妈，她死了。Thank you.
1952-1953年，我们开展了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对一些反动坛主、道首都进行了处理。可现在看来，又有死灰复燃，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啊！我们对上海会道门要进行认真的复查，重点放在取缔不彻底、又有复辟活动可能而基础深厚方面。哎，处长，沪渝587760的情况搞清楚了。船老板叫裘阿福，船老大叫吴兴发。上海解放前，他们经常跑舟山。舟山解放的时候，他们随蒋军撤到大陈岛。现在还无法确认死者是裘阿福、吴兴发还是其他什么人。好吧，你们立即让全市派出所协查裘阿福和吴兴发，另外印死者的照片，让群众辨认。今天我们为海上来的朋友冯特派员摆酒接风。那谢谢顺天国皇帝和各位的关照。现在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妙仙堂的几位兄弟。军师刘之岱，幸会幸会。大臣易岗同，大元帅周寇宝，幸会。郭金根，还有我这皇后郑娇娇呢。特派员，尝尝我的手艺。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请冯特派员给我们训话。啊，不客气。这次我历经了千难万险，冒死前来。首先，我代表蒋经国主任和叶翔之局长，对坚持在敌后与共党不懈斗争的诸位志士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你们能够坚持到今日，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现在我们的国民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哦，怎么个不一样？啊，蒋总统反攻大陆，总结了大陆失败的经验，对军队呢进行整顿，对党内进行了改组。现在是进行肃贪，建立改造委员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冯特派员冒死前来，不只是为了慰劳慰劳我们吧？不，这次我带来了特殊使命。现在反攻复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蒋经国主任亲任总统资料室主任，各个情治系统都由他统一指挥和调遣。最近他制定了一个必成计划。必成计划是什么意思？就是必定成功的计划。这次我潜入大陆也是必成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是联络各位反共的志士人人。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一是建立敌后情报网，收集各种情报，防止共军对金马台的军事进犯。第二，敌后建党，发展组织。蒋主任训示有苗必插，广种博收。同时还要开展心理的宣传战，蛊惑民心，张贴标语。第三，建立行动队，在一些大城市进行策反、密财爆破等活动。我们的目的就是掀起民众抗暴运动。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不过我们的人手不够，武器也太少了。这没问题，舟山陷落前已经派遣了两支小部队潜入了上海郊区和江苏一带，他们有电台有武器，最近呢我正派人跟他们联络呢。另外，四川的同善社有股力量将跟我们会合，最近他们的号手也将来上海。哎呀，真是天助我也。这些辛苦费大家人均一份。这些传单和文件大家拿回去以后进行大量的复制，然后呢散发张贴。诸位，让我们联手共举大事，到时候就石破天惊。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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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袁队长，袁队长，你们两位的队伍现在怎么样？哎呀，共产党搞镇压，抓的抓，杀的杀，那还有队伍啊？就那一台电台，还能听听指挥？你们现在手下有多少人？个子也只剩下两三个人了。哎，这个是你们的活动经费。报告艇长，前方发现一艘可疑的渔船在原地打转。左舵石准备跳帮，左舵石准备跳帮，石左舵准备跳帮。沪渔587760，请你马上停船接受检查，请你马上停船接受检查。还是没有动静。加速靠上去，加速靠上去。战斗警报，是。石左舵，准备跳帮，准备跳帮，同志们跳，走。你们到舱里仔细检查，你到驾驶台。艇长，这里有个人。保护好现场，立即向上级汇报，把渔船拖回去，仔细检查。是。刚才同蒋经国先生的会谈我感到非常愉快。这个台美双方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更坚定了我们总统反攻大陆的决心和信心。贵局的两位局长艾伦·杜勒斯、邓肯先生莅临台湾，商讨从政治上反攻大陆的计划和措施。这次你又亲自来和我们具体研讨落实方案，我非常感谢。自从韩战结束以后，中共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并没有进犯台湾的企图。可是
这势必损害我们美国的利益，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49年，你们美国政府抛弃了朋友，我们希望这种伤感情的事今后不再重演。局长先生，我对你们这次实施的我的意思是，我对你们大陆民众抗暴运动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进一步密切我们的合作，我把助手唐顿留在台湾，留下来做你的顾问，然后就由他全权代表我们中央情报局向你们提供援助。很好很好。不过请记住，我们现在不仅是在为我们自己作战，也是在为你们美国作战。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好好。现在请卫副局长给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好，同志们，朝鲜的战火刚停，现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又开始了。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可是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0多个间谍基地，对我国设下了一个弧形的包围圈，并且大肆地进行派遣、训练、渗透等特务活动，严重地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从国家的大局出发，把一批老同志，其中包括像战斗英雄曹丕科长和长期从事地下秘密斗争的宋玉德同志输送到其他重要岗位上去。同时我们也补充了一些新的血液，有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远军同志，我们最可爱的人，还有一批刚从公安干校毕业的年轻同志。同志们，希望你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冯特派员巡视要随时待命啊。这个是你们新的电台密码本啊，什么时候启用等待冯特派员的命令。这个地方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什么时候再来我会通知你们啊。根据冯特派员的命令，今后我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啊。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一块聚聚。今天我有些公务要去处理。什么事啊？不敢问的。不问。好，散开。进来吧。小赵同志。这位就是吴嫂。这位是小赵同志，他想了解一下吴兴发的情况。吴嫂你坐吧。你坐。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丈夫的情况。同志，我丈夫兴发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是被逼到舟山的。这个我们知道。你丈夫是不是叫吴兴发？船老板是裘阿福。出什么事儿了？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兴发他怎么了？样子这么难看，嘴上还流着血。你能肯定他是吴兴发？他是我丈夫，就是邵成辉我也认识。他怎么了？他被人在海上毒死了。兴发！哎呦，兴发呀！吴嫂，吴嫂。同志，你
快告诉我，谁害死了新发呀？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害的，利用新发开船偷渡进来，为了他们的安全杀人灭口。一定是裘阿福这个人干的。你怎么知道是裘阿福干的？裘阿福前几天来过我家，他说是从那边逃过来的，新发他不敢回家，还托他带了点钱给我。我真是瞎了眼了，还留他在家里过了一个晚上呢。我真是饶不了这个裘阿福。金堂，城堡为修炼真身闭关3年又9个月，终于修炼到第9重最高境界，习得玉皇大帝护身之法，近日出关，请玉皇传圣旨。请宣读神的旨意。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哎呀，你不是睡着。哎，肃静，肃静。现在请讲道。何为世界末日？即人类面临大劫难，世界面临毁灭，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大仙，现在一切都好好的，何来劫难呢？你不知道不等于劫难并不存在。人类面临战争，世界上现在战火不断，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这是一场原子战争。苏美两国所拥有的原子弹可以毁灭世界10几次，你知道吗？不知道。毁灭人类的正是我们自己。如此高深的道理，弟子实难理解。你是夜校的教师，是有文化的人。再看看中国社会，合作化没收了农民的土地，粮食又统购统销，公私合营没收了商人的商店、老板的工厂，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都没有了，能不天下大乱吗？能不天下大乱吗？大仙呐，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脱离苦海呢？逃过劫难呢？加入我们妙仙堂。实际上我就是玉皇大帝派来普度众生的使者，你们明白吗？弟子明白。即使大劫难来了，就是死了也会升天成仙。
太嚣张了，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区散发反动传单。可我们呢，到现在连案子的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是我们侦查员的耻辱。刚查出个裘阿福，在全市进行大搜查，把所有的旅店客栈都梳了一遍，连个影儿都没有，线索又断了。大梁、姚云，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听领导的，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哎，出自己的成绩。好，就讲到这儿吧。下面请老同志代表讲话。你是老领导，我是知识分子，你说。大家欢迎。和同志们一块工作很多年了，现在就要离开大家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组织上安排我们要到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去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加倍的努力，绝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老宋，你们这一走啊，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和你在的时候一样，和新来的同志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对敌斗争的任务做好了，对不对啊？对。有你的这话。我去一下。好好。啊，老曹，嗯，真舍不得你走啊。哎，你走了，我跟谁搭档办案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走了，你就是当家和尚。别，我不行。行，怎么不行？哎，科长，啊，曹迪同志走了，我跟谁搭档？哎，小光，那就给你配备一个新的助手，行吗？什么？是谁？赵亚楠同志。到。李小光同志，请多多指教。怎么是个女的？能不能给我派个男的？这不行啊！哎，可不能这么说。李小光同志，你年纪轻轻到老封建啊，女的怎么了？我爸以前给我起个名字叫尹楠，希望给家里引来个男孩子，我就不示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亚楠，样样不比你们男孩子差。听见了吧？亚楠是外语系的高材生啊，在干校培训了一年多，是个优秀的学员。要不这个丫头片子口气这么大。不相信，咱们比试比试。比外语啊？比文化，也许我比不过你，不过要比办案啊，比擒拿格斗，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嗯，好啊，比擒拿格斗就比擒拿格斗。真比啊？当然了。算了吧。跟他比呀、啊，我堂堂七尺男儿，比赢了我有什么光彩啊？哎，那不对啊！好男不跟女斗，我搭档啊！好男不跟女斗。哎，我可告诉你，你少挖苦人，你是不是害怕了，不敢比了？谁害怕？我。脱衣服。我什么时候害怕过？上啊！我上，我害怕。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黄毛丫头，等着哭鼻子吧！来，嘿，好，好，恭喜啊！我还没准备好呢。孙子兵法讲攻其不备，作为老战士，这都不懂。好，三局两胜啊！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哎，谁跟你三局两胜啊？在实战中，那可是一战定生死。不比了。哎哎，这叫什么比赛啊？别，你靠边。哎，你听我说，小光，你这个就叫骄兵必败，知道吗？谁骄傲了？哎，同志们，啊，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有重要的任务。杨科长，你带两个人跟我走。行，小光跟我走。赵亚楠，
一来就执行任务，真带劲儿。船上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你以后经历多了就行了。死者年龄30岁左右，死亡时间呢在46小时左右。从尸体解剖结果发现，死者的胃里有酒精，在血液中查出一种特殊的东西。经过分析呢，它是一种特制的毒药 NWE。 这种毒药有什么特殊？这种毒药是一种慢性毒药，进入人体以后大约在10至15个小时以后突然发作，致人死亡。这种毒药呢，从我们掌握的情报看，是美国制造的，只有间谍机关才能拥有。那就是说这个人的死亡和间谍机关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要对一个渔民下毒手呢？杀人灭口呗。我认为必须搞清楚几个问题。首先是死者的身份，这条船是户子号，应该能查清楚船主和船老大的身份，这由小光去办。第二，如果是杀人灭口，那么杀人的人是谁呢？又到哪里去了？如果是敌特分子，那么敌人已经偷渡潜伏进来了，你立即向沿海兄弟单位发出敌情通报，共同协查。第三，立即向海外方面查询，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敌情通报。这事儿我去办。好吧。什么事儿啊？我有事儿要出去一下，待会儿10点会有人来问娘家来信了吗，你就说是包裹，他会说寄包裹多贵呀、啊、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明白了吗？好，明白了。这又不是第一次了，错不了的。